好，那第五圈是往内的，往内你就要绑好，绑好之后你通常手是先这样，你可以拍一下手，手这样抵着，抵在这边，好，让它有个力量在这个地方，你这样子卷的话，它会比较整齐。好，然后记得圈圈是往内的，然后等下多出来那个再把它剪掉就可以。好，等一下，它的。它卷上去尽量是旋是这样直的，不要那个旋是这样斜的这样子，就是让它是这样直的上来。那等一下这一旋也是一样这样子。